記招嘅時候咧，當時咧一哥仲係即係而家現任嘅鄧炳強局長啦。咁佢就即係當時就表示，隨住咧黑暴咧引發嘅暴力同埋違法情況有所緩和，警方咧就靈活咁樣調派咗資源，並以情報去主導主動咧就打擊咗啲詐騙啊、勒索啊。 毒品啊，嚴重賭博啊，同埋一啲有組織買淫等等嘅罪案嗱，警方咧果然做到嘢咁喺今年嘅記招上面咧，現任一哥咧蕭澤怡咧就提到喺二零二一年整體嘅破案率咧就係三十八點五個 percent 上升咗零點七個 percent，咁啊，蕭 Sir 更加表示咧，警方至今咧就港區國安法已經拘捕咗一百六十二個人，咁超過一百人咧已經係檢控中噶啦。 咁啊！但仍然咧有別有用心嘅人咧，去透過網絡或者媒體去煽動違法行為。警方咧亦都會繼續去網羅情報，果斷咁樣執法。咁啊，肖 Sir 亦都指出咧，佢話社會回復穩定之後咧。

匿埋喺網絡世界度煽風點火啦，一啲都唔容易即係查嘅其實，但係警方咧依然咧係交足功課，希望咧警方繼續要加油啦。咁啊，其實咧舊年年尾咧，倒破黃梅立場新聞咧，起訴咗一班高層。 咁啊、嗯，好似我哋呢啲愛國愛港嘅市民呢，自然梗係大讚啦。但系黃梅呢，同埋啲黃營呢，又點睇呢？嗱、嗯？我哋嘅一哥肖 Sir 咧就講得好清清楚楚嘅，佢就話警方針對嘅唔係個別嘅機構或者係行業，而係佢哋犯下嘅罪行。肖 Sir 強調，佢任何權利自由都唔係絕對嘅，係建基於法律責任同埋義務。警方好尊重。

害咗好多嘅後生仔，亦都破壞咗好多嘅家庭。我哋間中同會睇到咧，好似記者呢一類鬧警方同埋傳媒關係變差，警方係要負責等等。嗱，肖 Sir 一番呢一翻説話咧，正正就係講俾嗰啲黃記者，甚至乎係講俾嗰啲嗰班背後有不可告人秘密嘅記者知，所謂嘅責任係喺涉嫌踰踏國家安全同埋道德底線嘅某一啲傳媒身上。 警方嘅責任就係要執法，企好嗰啲即係和港和國家嘅害群之馬。嗱，從呢個記招我哋睇得到咧，焦 Sir 對違法者好嚴，對自己對警隊嘅紀律都係一樣咁嚴。佢提到咧，即係佢誒本人出席人大代表洪偉文嘅生日派對嘅時候，為自己因為要入隔嚟贏。

總監咁啊，過往咧都有參加少年警訊嘅活動。佢話，所以我哋睇得到咧 s i r 其實咧係為一啲長期貢獻俾警隊嘅人去渡河，性質絕對係公務嘅。 不過，蕭垂亦都話自己咧，即係經一事長一智，喺疫情未有進一步改善之前咧，嗱佢同佢嘅同事咧會盡量避免出席相關嘅活動。咁、這、呢個道歉咧，市民絕對係收到嘅。記者又提到咧，過去幾一年一共有三十七名嘅警務人員因為違反刑事罪行被捕，比前年咧係少咗八個人嘅。咁啊，正如警隊一向嘅宗旨啦，警員犯法罪加一等。

咁安心出行咧就已經係即係、就是、upload 咗個更新功能啦，咁就俾市民咧，如果只要佢掃呢個二維碼嘅時候咧，就會顯示到針卡同埋進入嘅時間嘅。嗱，如果市民唔加針卡喺掃描入食肆或者喺處所嘅二維碼後咧，就將會顯示一個紅色嘅警告圖案，咁啊同埋咧未有儲存接種記錄。 咁佢嘅下方咧，亦都有诶、呃，有一个即系、就是、有个时间嘅计时器嘅。咁如果市民喺安心出行已经加入咗针卡嘅资料之后咧，当佢扫描入去食肆或者处所嘅二维码嘅时候咧，就会显示针卡嘅一个蓝色嘅二维码啦。咁下方咧，亦都同时有一个即系、就是、时间嘅计时器啦。原来计时器咧呢一招咧好英明，有 I T 咧嘅专家分析咧，原来呢一招咧。 為咗就要防止有人去 cap 逃，去即係俾其他人呢，即係有啲漏洞入咗去啲食肆同埋啲處所裏邊嘅。咁啊，我哋嘅特首林鄭月娥呢，琴日就話啦，現時呢，就期望將香港第一針接種率目標係定喺九十個 percent 為路線圖嘅。 並以呢個定即係、就是、定標啦，即係九十個 percent 啦為基礎，去考慮調整各項嘅社交距離措施。咁啊，講開又講啦，本來呢就話即係大家誒、呃、未有社區擴散嘅時候呢，就諗住二月四號呢，即、就、係、是、年初四呢，就會登場嘅疫苗氣泡啦。而家就落實咗，就會去到二月二十四號先實行啦。 市民咧都係要等多廿日嘅，咁啊喺推出呢個疫苗氣泡嘅過程中咧，其實大家咧都見到政府咧不時喺度吹風試水。其實政府明明係知道呢一步係一定要行，我都真係唔係好明點解成日都要又吹下風又試下又試下水咧。即係其實早喺幾個月咧之前咧疫情冇咁勁嘅時候，點解香港唔一早推咗出嚟行咧？成日都搞到咧爆到～

成日政府就話吹風睇反應啦、啊，但係而家你病毒殺到埋身呢？講真嗰句，你萬一拍你都即係可大可小。政府成成日做決定係咪真係要果斷啲呢？即未來講五年，如果政府繼續係用呢一種風格，香港會唔會仲有运行呢？不過點樣都好啦，嗱，我哋即係嚟緊新嘅一年，一定係要展望好嘅將來嘅。